还整得像哇，好厚一本菜单，整得像那个什么，是去哪里买的那种纪念品博物馆的一样。那要不然点这个吧。可以，虾几只。嗯。然后一个这个烤鸡，糊饼。然后想点菜的话，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是这个百香果冰草。那就太棒了。嗯，它就差不多了吧。我已经把剩下后面的就可能是那种普通的正常的菜。嗯，好酸啊！那我觉得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酸，它挺甜的。好，虽然有冰糖，很奇妙的搭配，我要拍一下，它这个鸡肉是比较面的那种，是吧？我就觉得它口味有点老土，有点那种南乳风味。这里头是什么？药果吗？桂圆？桂圆吗？我猜的。不知道，我感觉像什么中药似的。还有一个腿啊，我刚才吃了一个。你吃什么了？我刚才吃的是，哦，那你直接吃，吃完我，怎么偏爱腿？哦，真的好明显。我都英国鸡翅，超好吃。那我肯定。它这个底下，好像是菠萝梨炖的，好像是梨。我刚还以为那个是蹄筋呢，我准备扎一下。好像是梨啊，我尝一口。梨。看到了吗？没有，那里好小啊。好嘞，老师啊。虽然后面有人，咱们也就只能这样照了啊。
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笑着。那张。行，就他吧。因为他看起来人最多的样子。滴溜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好神奇，滑溜溜的。我们加了蘑菇吗？什么不我蘑菇是那种豆子加了莲花豆最好吃。嗯。我让他加在滴溜里，他说不能加在滴溜里。为什么？会腥还是会怎么样？好神奇、啊。我错过了。嗯，跟你的味道一样不一样？真的不一样。一会儿我要尝一下你的。这个好吃哎。就整个底料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底料，但是就是整体味道都不一样。我尝不出来这是用什么做的料，我也尝不出来。但你这个我觉得会更清甜一点。对，然后我这个的那个酸辣口感重，而且我这个特别软。对，嗯，喜欢低的。哎呀，你说咱俩这个点能吃上吗？还？应该有什么？应该要一个什么风沙鸡半份儿，然后想要一个这个苦菜，最后过油肉和糖醋里脊二选一。过油肉吧，过油肉半份。不好了，袜子不好了。好，那就要半份。这个号真的是有一点等不起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去，隔壁的老爷庙美食什么玩意儿府？老爷庙风味食堂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给人家改了一堆名。去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推荐我们的店。两位排个号吧。然后要一个这个烧山药拌酸菜。沙棘脆果有吗？有。啊，兰花木耳。然后，咱那个烧兔排有吗？有。啊。还有什么过油肉？拿个小份的。是脆的啥果？很熟悉的味道。嗯，这不是冬瓜吧？不是不是，梨吧，梨。突然把它兑点水，又下几针。说的很有道理。好吃，感觉都想再来一把。嗯。我为了今天先焦灼了胃。看来他只吃了中午那一顿饭。对。很离谱。很离谱。我不知道秃头怎么吃。我也不知道。看你的。稍微小兔兔。还可以。嗯。但它没有很辣，有点像那种卤味儿。对，淡淡的。嗯。
好嫩啊，嗯，是那种很有锅气的菜，嗯，是吧？好好吃啊！这固有肉在吃之前我一点都不期待它，是吗？吃之后太好吃了吧，太香了。那他们家固有肉没什么醋味儿，固有肉里面要放醋吗？一般时候会喷一些醋，但喷醋很有可能是为了增香。嗯，好，我们的那个主食能帮忙上一下？哎，好。哦，这个看着好吃，嗯，很正的那种红烧烤，但是兔肉其实并不嫩，嗯，我是觉得它吃的也不腻，嗯，挺好的，感觉这个兔排，嗯，是我这种想吃肉又不想吃那种大肉的人特别好的选择。是的，我一直把兔肉当鸡肉吃。那你一个素的一个肉的，嗯，好嘞。加不起来，好吃，但它不是一个晚上能吃的饭。为什么？你馋久了吃的。我馋的肉，就那种软软弹弹，嗯，但是又不是那种糯的那种弹，就是筋道。我喜欢吃素的，我觉得素的好吃一些。肉的好像是羊肉之类的，嗯，很膻，嗯，有一点。这样吃不会被判刑吧？然后被加速吃也没事。怎么这么便宜的加起来？又省。哇，这里配了几张会超级好吃。嗯，快把它加起来了吗？没事，没有人能体验的把它炸起来。虽然没能啃得巨干净嘛，但是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到了我对这道菜的喜爱。这么多才花了138，真是太善良的物价。向阳街。三毛五，好，要一份猪肉小的，好，然后加豆腐干，尖椒，鸡蛋，嗯，别的不要了，不要了，16。吃点菜吧。660鸡蛋。就着这个吃了。哎，说不说？我觉得你真的得尝一口。我也尝一口。真的很好吃，筷子给你。哎呀 ，sorry， 没事。带点汤一块。我。是吗？太好吃了。这是吗？我以前不喜欢吃刀削面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那儿刀削面没有做的好的。我再来一个，它里面就豆，还有个豆腐，豆腐条，我家的。我好像每次就是出门旅游，都会在吃夜宵的这个环节上遇到一些极其好吃的东西。那豆干好硬的那种。
它还有那一种那个油豆腐那种，那种应该会软一点，好吃一点。嗯。确实是哦，你告诉我应该加点醋，一会儿就、啊、一下子加的油一点点的多呀，还好耶，我感觉看来吧，那慢慢酱，嗯，两个菜我要尝一下这个青椒。我以为它像这个香味儿。这青椒居然是甜的。甜，纯甜吗？甜，还是那种红烧的？真的是，就是你要不然从根上尝尝。我不尝了，我又甜又辣。谢谢，这都被我的锅了。然后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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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酸菜就是一个小碗面，鸡蛋，丸子。两个小碗，两个鸡蛋，两个鸡蛋，还有一个豆腐干。哎，对，哎，小碗鸡蛋，那真是一个鸡蛋丸子，小碗。对对对对。对对我把丸子掐开了。哇，跟昨天晚上那个面的味道是一样，跟它的汤的料也是一样。嗯嗯，但其实面的味道差异也不大。我以为这个面是用土豆做的。嗯嗯，这有点咸。那你应该去我们单位，经常做那个狮子头。狮子头大蒜。真的超香。硬一点哎，这个面。所以豆面是拿什么做的？哦，豌豆是吗？豌豆面儿加在里面，还有面粉，还有小米面。嗯，他们这些面里的那个猪肉粒儿都超级大块。嗯，不像是咱们认知里的那个肉末面。嗯。他们可以吐一点，别的人说他要我要一点。以为走了，坐下吃法是在哪里看到的？灯塔。